喂，可以听到我讲话吗？听不太清楚，小姐，能不能把你的适当的把你的音道调大一点？啊，不是，把你的声音调大一点。就是你又没用力，它怎么会大？你这小姐别开车，我说的是声音的音啊，赶紧把声音开大一点，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什么意思你？什么叫我没有用？你没有用力怎么会变大呢？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把你的 ID 发公屏，我拉一下你，好吧？好，我这样大了吗？哦，大了，大了，大不大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看到。我给你，啊，没有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你重新说好吧？嗯，就是啊，我刚刚说老板长得又帅，声音又好听，一身正气，温柔体贴，细致入微。对，我刚说这些呢。细致入微是啥意思？就是说你细，就说你特别细。虽然是假话，但是我听得还挺开心的。那行吧，小姐，等一下的话你看我几把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戏，好吧？我看什么？你要给我看什么？我说你看我玩几把。不好吧？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戏，好吧？你要给我看什么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我让你看几把我的游戏。啊！你别想多了，小姐，你在想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老板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在长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咋了？我丢，我也在长沙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在长沙又怎么样呢？咱俩又见不了面。你太巧了吧。杨道理，我很少接到同城的老板的单。你肯定是个坦克。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听你的声音一看就是那种40岁的。我没有，我妙龄少女，知不知道？妙龄少女，老板你多大了？我多大了？咋形容呢？是你握不住的那种大？怎么多大了？什么我就握不住了？你不要老开车好不好？我真的怀疑你在开车。我哪在开车了？咋了？那我也你也把握不住，那我的你也把握不住。还有我把握不住的，咋了？你啥意思呀？我咋了？反正滴滴滴滴，对吧？什么滴滴滴滴？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懂的都懂。你多大了，小姐姐？我啊，18。我年年18，永远18。问就是18。怎么小姐姐都是18岁呢？这么小就小小年纪就当陪玩，太幸福！我操，你害死我了！这谁啊？这南枪是谁啊？南枪，不知道。南枪是不是你啊？路人，路人，不是你吧？南枪是路人，路人。哎呀，他怎么满血跑了呀？这个人把我卖了，我好，我上当了。我从来不玩有味道的英雄，我玩的是美女英雄。哦，有味道。他哪里有味道？他腋下有味道。哦，你咋知道南枪腋下有味道呢？你闻过呀？啊？我听说传闻。哦，你喜欢那种味道吗？我喜欢男人味，你有吗？男人味是什么味？就那种打篮球打完之后那流汗的味道是吧？那不是汗臭味吗？那什么叫男人味呢？长得好看的打完篮球叫男人味，就是懂吧？你懂我意思吧？那打篮球的都好看呢，那不好看的他也不打篮球啊。那也不过也对，打篮球的男孩子长得都高，男孩子是一高遮百丑，我觉得。我操，你这话我就替郭敬明打抱不平了，小姐。你这话说的我非常不同意啊，小姐。因为你这么一说的话，你让那些矮的人怎么办？我不是说我自己也矮，只是说我觉得男生高的话会很加分。哦，我自己也不高。你多高啊？所以为了基因考虑，对吧？可能得找个比我高一点的。你多高啊？我1.58米。哦，你挺矮啊你。浓缩就是精华，我矮但我大呀。你头大呀。能说吗？能说吗？哦，不光是头大。哦，你说的哪个头，老板？
你不光头大，你还什么东西大？就是你把握不住的大，懂吧？哦、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又把握不住了。你别搞啊，小姐，我就十八岁，你不要带回我们这样的祖国的花朵、啊。你再搞，我投诉你了。不是，你都十八岁了，你该懂的都懂了。你再搞，我投诉你了。就是，我其实已经23了。我刚听你说你才十八、啊。我听你这个声音不像是23呢，像32。我真的只有23。真的吗？听你声音感觉不是很像的。啊，而且我另一个指标是36，你就只有32了呀。你另一个指标36，你高血压了你？嗯。36高血压，你认真的吗？你低血压。你真的成年了吗？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懂？你他妈的，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吧，兄弟？还来是吧？那太棒了！真以为打不过你啊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不知道吗？还来？触发征服者，翻墙交闪来，勾引一下，还来？好，你死了。什么意思？真的是不讲武德。可以吧？我就说你看我几把，我是真的细。我冒昧问一句啊，就是我刚刚看你还挺就是帮郭敬明说话的，你是不是比较喜欢长得矮的人，还是说你自己本来也就不高呀？你放你妈的狗屁，我能说的那种不高的人吗？小姐姐，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打篮球。我跟你讲，那长得矮也可以打篮球啊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对吧？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非常的不好。那我想了解你肯定是从身高、年龄、体重、长得帅不帅来了解，对吧？那不然还能从哪方面了解？你也可以问我大不大。啊，不好吧，不好吧，不好吧。我说的是年纪大不大？你在想什么？你的哎呀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多高多重，长得帅不帅？伤到我心了，小姐，我得打完是吧？替你打。你1.75米又不矮，问一下怎么就伤心了？你谎报身高啊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呢，小姐？我怎么会谎报身高呢？这把还可以吧，小姐？我觉得对。你刚才伤到我心了，小姐。我觉得你不做点补偿的话是不行的。要么这样吧，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你给我发几张劲爆的照片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看到了吗，老板？这是你啊？你怎么跟那个棒棒上照片不一样呢？啊，你肯定是我呀。你这个照片咋不一样？你照片吧你，小姐。啊，不是照片，我们棒棒的小姐姐全都是要经过那种视频考核，就是你是什么样就只能传什么样的照片，都是真人认证的。哇、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小姐姐，你别逗我。嗯。肯定是的呀。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，我这人最讨厌骗我了。我嘴都笑歪了吗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